请接别。我真的很高兴今天能够再一次来我们台湾首庙天坛，再过一个礼拜我就毕业了，但是有始有终嘛。啊，我阿妹啊，咱所有人在场咱的朋友讲听多谢，尤其是咱台南每届选举吼，票上多拢会来吧。啊，每届我拢甲别个关系讲，会顶较加油，即届吼咱会赢过台南吼，我是甲赢过台南，所以我特别要甲咱台南咱的乡亲。讲一下，谢谢多谢咱的支持啊！吼，啊有咱的市民在给咱保佑，啊有咱的人民在给咱支持，吼，过去这八年吼，台湾有足多的挑战，吼，啊咱嘛是关过，吼，咱未来总统甲台南人关系嘛足亲的啦，吼，算是咱台南人培养出来的一个总统啦，台南的下一个执政非常重要的地方，吼，我100%确定。但是台湾人一定全力相挺，我们的下一个执政可以更好，来告诉大家。